他常住加拿大的，他来我们家了，昨天碰到他了，然后他托我给你们发红包，哇，这么好，然后姐姐一个，然后姐姐一个给小孩子发红包，姐姐一个，哦，谢谢了，谢谢，我还要去发，还要帮他发，还这么多个，一个小孩子一个，一个小孩子他一个，谢谢谢谢谢，你就该了，你对着手机说谢谢，你要喊奶奶去了，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了。哎呀呀呀！要跟谁呀、啊、你？婶婶对呀。哦，跟婶婶哟。那你们给爸爸吃啊？给。啊。给叔叔，给叔叔呀。给爸爸给奶奶吃。给叔叔啊。奶奶在哪里？叔叔啊。到底给哪个都不知道了。奶奶。啊，给亚龙嘞。跟奶奶。亚龙啊。啊。哦，他妈妈。哦，给妈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换人的。骗人的，给奶奶吃，给奶奶，给爸爸盖头啊了。来，奶奶，不给了，自己吃，给自己吃。又哪来的新帽子啦？是啊，都是哥哥他们那边拿过来的。我今天来的时候又没有整理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李婶婶，这里没带花了。是啊，这真的放手了。是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个柚子看到这个很小，特别甜吧？这个柚子它肉很饱满。是啊，但是个头不大。个头不大，主要但是里面好吃啊。嗯，挺好吃。这一个小，它的一个一下子可以吃的两片，我不敢给它吃的太冷了。小方圆，你个人可以吃一个。嗯，一个它可以吃的吗？它不，它一个人的都不舍得分给别人的。他吃饱了，他就舍得给人家。香港的大姐，就是他常住加拿大的。他来我们家了，昨天碰到他了，然后他托我给你们发红包，给弟弟一个。哇，这么好！然后姐姐一个，然后姐姐一个，给小孩子发红包，姐姐一个。哦，谢谢了，大姐。我还要去发，还要帮他发，还这么多个，一个小孩子一个。他一个人，一家一个小孩子，他一个，一个小孩子，他一个。谢谢谢谢，你就该了，你对着手机说谢谢，你要喊奶奶去了。谢谢奶奶。谢谢奶奶了，是吧？谢谢姐姐，这个是姐姐的，我今天刚送她去三江，带她去坐高铁嘛。哦，她来让我们这边来啊。嗯，昨天晚上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晚上。这个不给你了，这个要给其他的哥哥姐姐，给旭凤姐姐呀，对杨姐姐啊，七宝他们呐，那汤圆呐，汤圆我都还没拿出来，国成哥哥呀，你这都鲜了哦，奶奶，咦，招招手先，跟奶奶招招手先，感谢奶奶先，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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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。这边，这边我把这边给你爸爸拿，在这边拿，这边哈喽先给奶奶看一下，看。Hello, hello. Hello. 谢谢啦。啊，这已经开了。啊，我都过心了，过心。你打开闻到闻到香味，这个泡水都可以。泡茶。吃多少就是掰一点出去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壳还好挑，用剥壳。咱俩吃啊，剥壳吃。可以的，挺甜的。上面我们糖浆的，就糖浆了，不行，等下有的糖浆多了，它的真的像吃糖一样的，是啊，是啊，三三的，全部是糖的，这里是这种没有工的，那你还工了，哈哈哈哈。还这样不单位这边我也能够啊，这是白
真的是太忙了，看好路哦。没事的，我拿酸菜给你吃。要容易哦。两个我都了。干嘛啊你？还叫尖尖呢？到钱给赚钱，那干够了嘛？真的他妈收歪了！干嘛到了，到了了，又摆一下。对，咱们给大家弄盘山喽。卖的不就难卖啊？你弟弟也要跟自己走啊？你要去找哥哥玩吗？你看他都想上车了。改天我们再过来哦，是这样啊？你要去跟哥哥玩吗？是不是？跟他连哥哥玩哦。他哪里都想去。到这个来真够稳，那大娘妈都是干了。他娘妈真他妈是热闹了。哎，都不打紧呀，都紧得闹的了。哎，人家弄的了。走了，叔叔他们走了，拜拜呀，拜拜呀。